好，大家主日早安。我不会要你们往前坐，但是呢，我们就自由一点敬拜，好吧？因为今天很少人，所以我们就自由在神面前敬拜。不管是要你是要举手向神面前敬拜，还是你就安静的在神面前祷告，都欢迎你，好不好？那在敬拜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安静我们自己的心，来到神面前。在约翰福音四章，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问耶稣说：“我要去到哪里敬拜呢？我要怎么样上到耶路撒冷呢？”耶稣就说：“神是个灵 ，God is a spirit, and they that worship him, okay, must worship him in spirit and truth， 在心灵与诚实。”面前来敬拜神，好吧？我们今天我们就真的是把打开我们自己的心，能够跟神、跟圣灵有一段时间，把我们自己放下，把我们自己来到我们这个诗人宝座面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使神的宝座作为我们随时的帮助。神，求你亲自看顾，不管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重担，我们思念的人，或者我们身边有生病的，主啊，求你都来亲自安慰，也求你来与台下的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凡有重担、劳苦重担，主啊，你都了解。亲爱的耶稣，也恳求你，这让我们看见的不是只是一个木头、一个十字架，让我们看见你所为我们做成的事是何等的美。你亲自来到这世界上，舍弃你的生命，我要使我们从死里复活，我要让我们活着是有盼望，让我们活着不再虚无缥缈，乃是单单为你而活。早知道我们都有个爱你的心，我们都有个渴慕的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是吧？但是求你让这样的一个心，我们能够真的是活出来，我们真的是能够对你有这样 express 我们对你 的爱，让我们不要这样的爱藏在心里。亲爱的主，恳求你带领我们一下敬拜的时间，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之名祈求， Amen。 好，我们可以一起起立，我们来到神面前来敬拜。任何环境，任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他必保护你，你不要惊慌，更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保护你，任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他必保护你，你不要惊慌，更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保护你，纵然有疲乏软弱
无助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看顾你。人生的惊涛骇浪临到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保护你。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盼望，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任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他必保护你，你不要惊慌，更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保护你。纵然有疲乏乱落无助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看顾你。人生的惊涛骇浪临到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保护你。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盼望，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任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他必保护你，你不要惊慌，也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保护你。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盼望，让我们走在这个天路上面，甚至在我们的人生上面，我们不必惧怕。就算我们跌倒，我们失足，但是主，我们也知道你必会使我们回转，而且不会使我们失足。所以亲爱的耶稣，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爱你，更加的顺服你，让我们知道你就是我们生命中的至宝，是吧？若是我们当中，让我说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把任何事情当作至宝，是吧？求你让我们能够及时的回转向你，不要让那样子的东西成为我们的偶像，成为我们阻挡我们敬拜你的理由。哦，让我们能够快跑跟随你。哦，亲爱的耶稣啊，你真是我们的宝藏，真是我们的宝贝，让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来到你面前顺服你。耶稣基督是至宝，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快跑。耶稣基督是至宝，耶稣基督是至宝。
吧，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快跑。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粪土，唯要得着耶稣基督。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牺牲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基督是至宝，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快跑。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粪土，唯要得着耶稣基督。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我爱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粪土，唯要得着耶稣基督。我要顺服，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弟兄姐妹，如果你有重担，如果你还有什么生命中的有一部分没办法交给主，我邀请你真的是把这一切都交给神，因为他真是我们生命中的至宝，他真是我们一切在一生在寻寻觅觅的一宝藏。神啊，你是配得我们的祷告，配得我们的赞美，所以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开口举双手来敬拜你。所以因为我们当我们祷告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必会听允，你必会知道我们的需要。主啊，让我们不是只是跟随你，不是只是说我们是
你的跟随者，我们更是能够表达出我们对你的爱。主啊，因为有一天你的耶路撒冷必会降下来，我们就在等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敬拜你，完完全全的敬拜你。主啊，让我们的祷告能够上达到你的宝座。亲爱的主耶稣啊，你就是那一位神。哦主，愿我的祷告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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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我的祷告，愿我的祷告如下，愿我的祷告如下，现在你面前，打开天窗，打开天窗，愿我的祷告打开天窗，愿你充满你的荣耀，你的同在在这里，打开天窗，打开天窗，打开天窗，愿我的敬拜打开天窗，我们只要你的荣耀，你的同在在这地，在这地，所以主啊，我们只要你的同在，让你的同在充满在这里。主啊，我们说我们什么都不要，我们就要你的荣耀，我们就要看见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在这里呼求你，求你真的是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生命当中。主啊，我们渴望，我们渴求，我们只要你，耶稣，我们只要你，求你打开你的天窗，让我们看见你的祝福，让我们看见在跟随你的道路上，就算有苦难，就算有重担，但是我们知道主你必与我们在一起。哦主啊，是的主，愿我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没有黑暗势力可以摇动我的信心，愿我我的敬拜到你面前，蒙你悦纳，天使天君屈膝夫妇敬拜在你宝座前，打开天窗，打开天窗，愿我的祷告打开天窗，愿你充满你的荣耀，你的同在在这地，主啊，求你打开天窗，打开天窗，打开天窗，
愿我的敬拜打开天窗，我们只要你的荣耀，你的同在，在这地，在这地。愿我的祷告如香，是的，我做我的祷告。愿我的祷告如香，愿我的祷告如香，愿我的祷告如香。让我们再把我们的祷告转交在你面前。愿我的祷告如香，主，我们愿你来。愿我的祷告如香，我的祷告，愿我的祷告如香，愿我的祷告如香。现在你面前，打开天窗，打开天窗，愿我的祷告打开天窗，愿你充满你的荣耀，你的同在，在这地，打开天窗，打开天窗，愿我的敬拜打开天窗，我们只要你的荣耀，你的同在，在这里，在这里。只要你的同在，主啊，我们只要你的同在，主啊，你是配得一切荣耀、一切赞美的神。我们心是属你。而我的良人，你也属我。转的爱如阴间之残忍，主啊，恳求你，让我们将我们一切，不管是我们自己也好，我们的生命、生活也好，完全交在你面前，因为你就是。配得敬拜的主，阿们。主啊，感谢你，求你就继续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的呼求呼喊到主你与我们同在为止。感谢耶稣，我们敬拜你，好，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向神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你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我们一起来念诗。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儿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大家请坐。弟兄姐妹们早安，又很高兴的回到青崇的这个崇拜里面。上次来的时候是我们的大专生到 retreat， 这次回来是看到好像是社青有一个 retreat 嘛，对不对？那所以神真的是很祝福我们，让我们有这么多的这个同工跟那个属灵的这种 resource， 让我们可以带领我们所有的会众们，然后到不同的地方，然后在那里在大自然下面，然后来敬拜神。我们继续为他们祷告，也在祷告里面恳求他们可以平安的一路回来。好，今天我们所要讲到的，我要分享的是耶利米书。可以帮我把那个投影片打上去吗？活泼生命，我们念到耶利米书。那我就想说，今天既然念到耶利米书，我就来讲耶利米书。可是问题就是，对我来讲，耶利米书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你们如果自己有念过的话，你们发现是非常头痛的一个圣经的一本书，因为它里面写的内容很丰富，可是又不按照这个时间顺序来写。所以说呢，第一章可能是讲最后一章的，讲那个哪个时候的故事，哪时候的那个预言。那所以说要看的时候需要花很多精神。不过我自己在准备这道讲章的时候，我自己有真的是很多的得着。在这个耶利米书从第一章看到第五十二章，然后又这样子看回来，让我实在是发现说，耶利米我以前好像不太认识他，现在已经认识他，而且已经认得太清楚，我不想再认识了。所以希望今天可以把耶利米书可以分享给大家，他很丰富，所以有可能会遗漏到很多重要的重点。看耶利米书就像，我认为像蚂蚁吃蛋糕，蚂蚁吃一个很大的蛋糕，你吃的第一口就吃饱了，没有办法再吃下去了，因为实在是太丰富了。好，那耶利米呢，需要讲一下他的背景。耶利米他住在一个非常不好玩的时代。换下一个，我看有没有站到一个可以控制的地方。动了哦，可是也没有出现东西。我们在等 PowerPoint， 终于出现了。Okay. 耶利米住在一个不好玩的时代，因为那个时候呢，以色列的北国。还没有开始，还没有可以往回，没关系。以色列的那个北国呢，他们因为离弃神，他敬拜那个别国的神，然后喜欢拜偶像，所以呢，神就让亚述国来把这个北国毁灭掉了。所以说，你看那个图画上面所画出的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画面，就是北国所经历的。那犹大的。就是说以色列的南国，他们这个时候在做什么？他们这个时候呢，其实也半斤八两，他们也是在拜偶像，只是还没有被毁而已。图面上面是马拿西王，马拿西王，他
在拜那个巴利的这个偶像的时候，他就用迦南人的那个通俗的习惯，然后献婴孩，献婴孩，然后就将婴孩献上了之后就会烧死，这是一个神非常不喜悦的举动。所以以色列北国被毁了是因为拜偶像，那南国其实的状况也差不多，哦，状况也差不多。我想站了一个地方，那耶利米在这个黑暗的时期就开始尽他的先知的职责。他的先知的职责呢，他其实是跨越了42年，而且跨越五个王。第一个王非常好，四个王，剩下四个王都很烂。第一个王叫约西亚，哦，约西亚在位31年。他那时候呢，因为马拿西跟他的儿子亚门王都一直都拜偶像，所以说他就需要做一个非常大篇幅的改革，然后呢就开始把所有的偶像都除掉，然后领以色列的百姓来听神的法律，所以说他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王。那这样子就可以解救以色列吗？其实圣经里面说，其实在那个改革时期里面，他们的信仰虽然有好转，可是仍然的还是很表面化，在神的眼光里面，我上面写太晚太少 too little too late。 所以说这个约西亚其实做得很好，做得很好。他去问先知说，我的国以后将来要怎么样，先知说你做得很好，可是呢没有用，到最后神还是会审判来临，不会，不过你做得很好，所以说你在位的时候不会发生在你那个时期，等你死了之后再说，哦，这是一个对他来讲的一个很小的安慰。可是以色列那时候不见得是可以逃出那个他们将来的命运，这是我们在讲犹大，以色列南国犹大，哦，那约哈斯是这个接续约西亚，他做王只有3个月，哦，被民设立之后，然后被埃及王废除掉，然后废除掉之后开始呢就下一个约雅敬，就是约哈斯的儿子，他就当王，然后11年被埃及王设立，然后呢在第3年的时候呢，巴比伦呢就来围攻，然后呢他就必须要被迫进贡，然后把圣殿的物品呢当赔偿的给巴比伦王。然后4年以后呢，他又跟埃及结盟，然后巴比伦王又很生气，又第二次来围攻，然后把他擒拿住了，然后就把他带走了，生死不详。再来就是约雅金，就是约雅敬的儿子，好，然后登基后3个月，耶路撒冷被攻取。不好意思哈，我刚讲错了，约雅敬是约哈斯的哥哥，然后约雅金是约雅敬的儿子。好，登基后3个月，耶路撒冷被攻取，然后呢，整个皇室就投降，然后上万人被掳到巴比伦去，然后圣殿又被掏空。你会发现说他们很喜欢掏空圣殿，巴比伦或是埃及很喜欢来到以色列攻打的时候，然后没事就拿圣殿的东西带走，你说烦不烦？然后西底家就是约雅金那时候呢被掳到巴比伦，西底家就被巴比伦王设立为那个犹大王。这个王呢，他也做出神不喜悦的事情，他事后可是也试图投靠埃及来去反叛巴比伦，可是巴比伦也很生气，然后第9年呢，在他做王第9年开始又围攻耶路撒冷，然后围攻两年之后就把耶路撒冷毁了，烧成，这个就是犹大国那时候的结束。所以说耶利米刚好也就是他的执事的时期就是在犹大国在结束的时候，所以是不好玩的一个时期。我们把这个背景讲完了之后，我们来讲耶利米的工作性质是什么。耶利米的工作性质，他是先知嘛，对不对？他的工作性质是什么？他的工作性质其实就是被人家围殴，被人家围殴。为什么呢？因为呢他很喜欢讲一些人家不喜欢听的话，可是又是神让他讲的，逼不得已一定要讲。
讲出来怎么样，人当然是人心当然是非常的愤怒，所以呢需要骂他、打他、恐吓他，然后呢所以他时常都会有生命危险。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时代耶利米的这个处境是怎么样子，他如果申请人寿保险不会给他的，他申请那个健康保险也不会给他的，因为一定是每天都打得伤痕累累，然后到最后死亡还要赔很多赔很多钱。所以耶利米的处境是非常非常的窘困的。那神呢就跟他讲说，神也这样子跟他讲，你的工作性质就是这样子啊，我将我所吩咐你一切话告诉他们，我今日使你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和首领和他们的祭司并地上的众民来反对你的工作，是要反对他们，然后呢你的工作性质就是说他们要攻击你，就是这样子。他讲的话到底是什么样子，我选一个几个比较代表性的，在第十九章里面出现的。他说他们和他们列祖，他就是借着神借着他来说话，他们和他们列祖并犹大君王离弃我，在这里向素不认识的别神烧香，又使这地方满了无辜人的血，又建筑巴利的丘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子作为燔祭献给巴利。耶和华说，因此日子将到，我必在这地方使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计谋落空，也必使他们在仇敌面前倒于刀下，并寻索其命的人手下，他们的尸首我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所以说在这里就指控犹大所有的人说，你们拜偶像了，拜巴利怎么样子，对别的神来烧香，所以说你们之后的结局就是神的审判，要使他们在仇敌面前倒于刀下，讲出来非常气人，对不对？然后他的言语非常露骨，他在三章有讲，用一个非常露骨的例子来讲这件事情。神借着这一个可怜的先知对人民说，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可以再回去一下吗？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耶和华又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行淫，我为这缘故给他休书，休他就是北国行淫了，所以说我把他休掉了。我看见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惧怕，也去行淫，因以色列轻忽了他的淫乱和石头木头行淫，他就被玷污了。虽有这一切的事情，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一心归向我，不过是假意归我。有没有很难听？他骂犹大的那个所有的居民说，你们行淫了，还是很奸诈的。在这约西亚在那里改革的时候，把所有的偶像都除掉的时候，你们也跟着把偶像除掉，你们也跟着去念法律，念那个先知的律法或是摩西的律法，你们把它念出来了，可是呢你们是假意的归我。在约西亚时代，这个耶利米就愿意这么说了，说穿他们的秘密。从耶利米书其实我们可以来认识人神，我们认识自己，我们认识神。好，我们可以在耶利米书从头到尾看到很多地方来认识人，认识神，非常丰富。我会漏掉很多，我选了几个主题来讲。好，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探讨的是这个，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一直没办法来戒掉偶像。好，英文呢我写说 can't seem to quit Avodah Zarah。 Avodah Zarah 是希伯来文， Avodah Zarah 是来自于一个解经书的一个名词， Avodah Zarah 就是拜别国的神。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戒掉 Avodah Zarah， 好像这是一根烟，你一直抽它，然后上了毒瘾这样子。为什么以色列国
从头到尾，从四世纪那时候到现在，每次都是拜了偶像，然后神惩罚，那又拜了偶像，神惩罚，又回去拜偶像。为什么是这么的吸引他们？那其实我们在活在这个美国社会里面，我们比较难了解。你会不会感觉说很难了解？因为如果说今天我们在路上，我们正要去教会的时候，对不对？然后如果刚好有一个朋友说，哎，你现在去教会，不要去教会了，来跟我一起去拜巴力神。那你会不会感觉说很吸引？好好好，我去，根本不会嘛，对不对？不太了解，不是了解这种东西。我们现在人不会了解说那时候那个时代为什么这么上瘾。好，下一个，我有几个选择给大家看一下，有几个可能性哈。然后你们如果要来按赞的话，你们可以举手。为什么以色列人一直没办法借偶像？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原罪。原罪，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他违背了神，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果。他们分别善恶果，这个苹果一直被归列为分别善恶果，我感觉对苹果非常不公平。可是呢，就当苹果好了。他们为什么吃了那个苹果？因为他们没办法守神给他们的吩咐，然后吃了之后，罪都进入到人类，然后呢，我们人呢就比较倾向罪恶，所以呢，人倾向罪恶之后呢，遇到神的律法就不想去守，什么东西是好的就不想要去做，坏的呢我们就会想要去做，这是第一个选择。你们感觉这个选择怎么样？同意这个选择的举手。对，这是很有这个神学思想的这个选择哈。那当然这个是很对，这个蛮对的。那下一个选择是这样子，为什么以色列一直没办法借偶像？因为女人的影响。谁喜欢这个选择？哦，好多人不以为然，对不对？好多人不以，你看这个女人可以影响到男人到一个地步，他服服帖帖还帮他洗碗。女人的魔力其实是蛮强的，不能讲魔力了，影响力了。你们如果不以为然的话，你们去看《生命记》第七章第三到四节，神跟以色列人讲说，你们到迦南地的时候不要娶迦南女子，因为他们的女孩子会把你从我的面前带走，然后带你们去拜偶像。那其实他也有讲男的，男的跟女的都有，所以说其实是通常这个可能性是平等的 ，OK， 所以我必须要坚持，好，男生女生都有可能，好，那没有人按赞嘛，对不对？我就走到下一个，第三可能性呢，这个选项呢是什么呢？是文化的影响太强了，文化的影响太强了。你知道那时候在迦南地他们拜偶像的风气是有多强吗？真的很强。以色列人进迦南，他们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没有守神的一个给他们的吩咐，然后把他们全部赶出去，反而跟他们就是当邻居。所以说呢，在那里呢就被他们的所有的文化环境耳濡目染。那个环境呢可以影响到你，文化也可以影响到你的思想，到你的信仰，对不对？那我想我上面画的就是一些代表性的文化。我们在这里有谁有那个 LV 包包的 ？LV 包包，看到 LV 包太棒了，这是很高级的东西，一定要买。或是 Nike， 对不对 ？Nike， 现在每一个只要十岁以上的孩子都一定要穿 Nike 嘛，一定要买，一定要穿 Nike， 对不对？我女儿她上次跟我要一个拖鞋，一种拖鞋。这个拖鞋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它的牌子是什么，因为我真的不想知道。这一双拖鞋五十块，我平常穿的拖鞋，对不对？那扣扣扣扣扣那个才5块钱6块钱，是台湾的那个什么便利商买一个就5块钱6块钱美金就可以买到了。她要一个50块的拖鞋。他说：“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个拖鞋？因为我的朋友都穿啊，
我的朋友都穿了。然后我想说，哎呀，朋友都穿，那你落单了。哎呀，爸爸是很顾虑你的这个社交的生活。所以那时候我就想，香酒好，还是帮他买了。买了之后到现在我还在后悔。可是文化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可以想象，文化影响其实可以影响到一个人的信仰。再来就是另外一点，你们知道那时候巴力神他所掌管的是什么吗？在他的民间文化里面是掌管是什么？他们掌管对收成，是掌管天气，再来是掌管生育，天气跟生育刚好是针对农业社会最注重然后最需要的东西。农业社会需要雨下雨，然后让他们的这个稻可以生出来，收成会非常好，让他们那一年可以过好日子。那生育是什么？生育其实就是说他们需要生孩子来维持他们的事业，对不对？所以他们很需要这些东西，所以巴力刚好他的性质就是针对他的需要。可是耶和华说，你只能拜我一个神啊，他们不相信耶和华吗？你说他们不相信吗？他们其实也相信。考古学家他们已经挖出了很多球坛，球坛都是来拜耶和华的。但是就是说为什么，什么叫球坛？球坛就是说耶路撒冷太远了，我不想要到那里去献祭，所以说我就在我后院弄一个祭坛来拜耶和华，这样子就好了。可是呢，球坛挖出来的时候，大部分的球坛上面都有偶像，也就表示说那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所拜的是耶和华没错，可是他们也拜阿瑟拉，他们也拜巴力，谁都拜。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想要的就是什么，能拜这个偶像他就会给我这个给我那个，他就会给我降雨，他就会给我生很多孩子。他们真的很需要这个东西。那我如果说可以拜的话，可以得到这东西的话，那我至少有一点控制在里面。他就想用自己的力量去来得回他自己所要的东西。耶和华说不可以拜啊，可是他们感觉说，哎呀，拜其他的也可以啦，就当赌下赌注嘛，这么多神，每一个人其实其中有一个应该是对的吧，那就全部都拜就好了，对不对？其实他们一直想靠自己的方法试图掌控自己的现实生活。那换句话说呢，他们想要掌握环境，可是掌握环境 的那个欲望越强，就表示什么东西下滑，信靠神会下滑，这个两个是成为反比的，对不对？所以他们一直都不愿意信靠耶和华，造成他们容易上瘾去拜巴力。我们来了解人第二点，百姓愿意听劝勉吗？百姓愿意听耶利米这样子跟他们讲说，哎呀，你们不要拜了，神要毁灭这个城，他们听不听？其实是不听的。耶利米说完了耶和华所吩咐他对众人说的一切话，祭司先知与众民都来抓住他说，你必要死。第二十六章十一节，祭司先知对首领和众民说，这人是该死的，因为他说预言攻击这城，正如你们亲耳所听见的。他一讲了之后，大家都想要杀他，对不对？就跟我刚刚讲的那个人寿保险那有关系哈。因为忠言逆耳嘛，讲到你的错误的话，你会想要听吗？很难接受，真的很难接受。而且呢，时间很久了，罪孽根深蒂固，所以错了那么久，被别人讲是很不爽的事情，非常非常不爽的事情。你们在座的知道，可能各自都有一些坏习惯吧，我也有坏习惯了。坏习惯其实最清楚的是我太太，你可以问她我什么坏习惯，太多太多太多坏习惯。可是呢，你会发现说别人开始指出你的坏习惯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哪有，两个字，哪有，
尤其是那种你做了很久很久的感觉，说这完全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嘛，对不对？我其中一个坏习惯就是喜欢把抽屉打开然后把它关起来，对，那时常被太太念嘛，对不对？然后我一向都是感觉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直到有一天我一个上面的柜子打开之后没有关，结果我在拿东西的头就转过来就撞到了，然后就差点流血，好痛，痛的要死。结果我就知道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说我自己这个坏习惯要改，第二太太永远是对的。自己的坏习惯如果长久的话其实是很难改，而且是别人 指出的时候谁要听啊，谁要听啊。再来我们再了解一下上帝好了，我们了解一下，我们了解自己，我们再了解上帝。上帝有没有容忍？上帝有没有容忍？其实是有的，我们就只要看第二章第九节，耶和华说，因为他在跟以色列人讲了，耶和华说，我因此必与你们争辩，你们且过到基提海岛去查看，打发人往基提达去，留心查考，看曾有这样的事没有。哪有一个国把他的神这样子换掉的？ OK， 他就是这样子在跟孩子讲，你知道吗？哪有人做这种事情的，对不对？哪有人功课忘记教的？好，为什么连续三四次功课都忘记教？哪有人是这样子苦口婆心？好，苦口婆心。然后呢，四章一节，四章四节，五章一节，七章五节，你们都是讲，我选其中一节念给你听。七章五节这么说，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然后其都一直跟他讲，如果你们悔改的话，我就不毁这个城，如果你们悔改，我就不毁这个城。你们知道那个教训孩子的这个爱心的手，爱心的手吗？软软的爱心小手，对不对？软软的，对不对？这打一下屁股会痛嘛，对不对？就是这样子，你拿起来，你再不这样子我就打你哦，你再不停下来我就打你哦。然后他继续，孩子继续下去，你再不停下来我继续打你哦，我要打你，我就是要打你。可是一直都没有打下去，因为他很容忍的，神是一向都是很容忍，对以色列都很容忍，他只是不知道而已，孩子也不知道而已。好，下来一个。神的心情是什么样子？就是真的像家长一样在教训孩子，教训孩子其实他心里也很痛苦，然后呢表情就是像跟画面一样，他们其实也无可奈何， 是很无奈的，是一个很无奈的态度。我认为其实你可以把神看着一个很严厉非常凶狠的，然后随时随地都可以降灾在你，就是一个非常 很狠的角色，或者是你可以把神看着是一个非常无奈的家长，看到自己的孩子一直沉沦，然后想要改让他改还是改不了。再来我们就来到一个重点，我们认识神跟认识人，其实这个是比较有关于认识人的东西，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如何才能脱离拜偶像的这个恶性循环？如何才能脱离拜偶像的恶性循环？首先呢，三十章十一节他说，我要按公正惩治你，绝不能免你受罚，我绝对不能不惩罚你，我绝对不能不惩罚你。第二他就开始宣布有一个方法，有一个措施，我必召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视为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这全地必然荒凉，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七十年，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之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典，使你们回到此地，我要眷顾你们，使你们得好处，领你们归回这地，我要建立你们，也不拆毁。
只是栽植你们，也不拔除，也不拔出。所以这整个过程呢，就是必须要惩罚，然后惩罚用一个方法，用一个方法来惩罚。哦，那我上面，从 internet 找到一个画面，这非常奇怪，就是这样子，神把一棵树这样子拔起来，哦，然后拔起来了之后呢，他又在这个树上面呢，就开始做一些修剪。修剪完了之后呢，然后又烧掉一些不好的东西，然后烧完了之后呢，又重新把它栽种。你有没有看到它栽种的时候并不是一整棵树，栽种的是剩下一个树枝，然后就让它又成长起来。其实呢，这整个过程，整个过程如何让百姓脱离偶像的恶性循环呢，需要什么？需要炼净，就是炼净。你知道金属要炼净，就是必须要用火烧，烧到它变液体，然后再把纯的跟不纯的给它分开。经历惩罚性的患难，得到炼净，这是耶利米书所诠释的东西。好，那对于百姓，他们怎么被炼净？当然，很多人就死在耶路撒冷。那以色列百姓呢，被带到巴比伦。他们在那里怎么样子？他们在那里是感觉说，哎，我侥幸活下来了，到巴比伦我想要在这里安居乐业。其实那时候他们从自己的家乡被带到别国的时候，他们是很痛苦的，神用创伤来炼净他们。所以说他们，在诗篇137章里面所写的，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西安就是耶路撒冷，一追想耶路撒冷，他们就哭了。耶利米第30:12这么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无人为你分数，使你的伤痕得以缠裹，你没有医治的良药。神就是用患难的这个创伤来塑造你，来炼净你。有没有效果？有没有效果？其实是有的。因为当70年完了之后，巴比伦被毁了，希律王登基了之后，放了以色列的人民回去，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建自己的城墙，去盖自己的圣殿。那时候他们回去了，建城墙了，盖圣殿了。从巴比伦回去的人呢，就在那里找以斯拉来念律法书，所有的人民在那个时候就撕破衣服，然后所有的人就在那里忏悔在神的面前。其实你看那个圣经，旧约圣经，到了那个时候，到了那个定点的时候，圣经就再没有记载什么国民拜偶像的问题了，因为他们经过那个炼净的整个过程当中。当然他们还有别的问题，也是有别的问题，但是延伸到别的问题。像法利赛人其实就是从那个时候出来的。法利赛人为什么？因为他们守很多很多律法，可是你要知道那些律法，那些解经的，那些加添的律法是为什么用的？是因为要阻止以色列再重蹈覆辙，让他们不会再拜别国的神。所以说他们加了好多规条在那里面，让他们要守了之后就不会去拜别国的神。写了很多，写了很多，其实用意是好的，对不对？用意是好的。所以说我说我们面对，这些法利赛人，我们不要去论断他，因为他们初衷是好的，他们要守着初衷的话就很好。可是呢，他们却到最后这个律法的这个加改篡改，然后加添什么的，到最后却捆住了百姓。可是在那个时候至少一个最大问题解决了，以色列人他们再也不会整个大篇幅的去拜偶像。所以我们来认识自己好了，认识自己，总结我们自己是怎么样子，是轻易被物质环境诱惑影响，对不对？第二，我们喜欢掌控，不喜欢信靠神。第三呢，我们不爱被人家诊断，更不爱改变自己的罪行。第四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需要被惩治才愿意改，好，需要被惩治的才愿意改，这是自己的一个我们的罪行是这样子。那我们来认识神哦，我们下一个没关系，这个怎么弄出来？其实 我为什么写 weak 跟 lame 吗？因为软弱残缺嘛。我们如果认识自己就知道自己是软弱残缺、okay? 所以我们虽然人很少，我们可以对彼此说你是软弱残缺的人，好不好？要不要说还是说我是软弱残缺的人？不敢指别人嘛，对不对？大家都很客气。认识神，我们从耶利米书来认识神，他是对我们有容忍的，蛮有慈爱恩典的。最重要的是他降灾的时候，他不是变成仇人，他不是变成仇人，他不是跟你反目成仇，是要挽回你，是要挽回我们，让我们可以脱离沉沦，得到祝福。那个讲到人性的时候，其实如果有一点时间的话，我是讲说这个人性的软弱其实大家都可以经历到。我的自己个人的软弱，再一次跟你讲，你想要详细的知道的话可以问 Angela 可是呢我就简一个讲就好了。那个前一阵子我们家这个我们的社区发生一个车祸，一个老太太被撞死了。老太太被撞死因为车子开太快，被开太快，所以呢那个地方就非常的严谨，就很多警察在那里守着。那有一次呢我就这样子开车下去，然后按照我平常的速度，平常速度是比这个比那个速度的限制还高，差不多几迈啦，是蛮多的。可是那个是我的习惯嘛，我的习惯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开下去的时候马上就被警察抓了，警察抓了就把我拖到旁边去。那时候真的很丢脸了，太太跟孩子坐在车上，他说你知道你开多少吗？我说我应该没开太快吧。他说你开42，因为那个地方只能开25到30。结果呢发生什么事情，我就开始心里面非常的不是难过、哦、非常生气，不应该是30，不应该是42吧，应该只有30吧，这样子开我平常都是这样子开都不会有事情。可是在这个之前呢，我就已经遇到了类似的东西，神已经有警告过我了。因为开车开久了就会忘记去比较谨慎一点。有一次呢在右转的时候，刚好那个前面也是绿灯，右转的时候我根本没有看到有一个人行走过去，结果呢就转过去差点撞到他，然后他也吓了一跳退后，好险他的反应快，要不然我就撞到他，撞到他了我就完了。从那个时候呢我那感觉很侥幸，可是我就没有改变我的开车习惯，因为太久了。直到那一次吃了罚单之后，然后过了几个月之后又在纽约就吃一个罚单，我就知道神要对我说话，不是一个小事情。老太太撞死不是可好笑的，你自己平常开车的习惯其实是会影响到人的生命。其实那时候说你现在坐在我车上，你会感觉我开得太慢了，你会很烦，可是这是我得到教训得到的成果。好，所以得到教训才会得到的成果。人就是这样子需要得到教训。我不知道我们在耶稣里面我们没有被定罪，在耶稣里面我们没有被定罪，可是呢我们得到耶稣之后我们还是有时候会软弱。那我认为神还是会用不同的管教的方法来到我们身上来惩罚我们，让我们可以被炼净。如果你自己是在曾经在巴比伦，我现在在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对不对？我那时候吃了罚单感觉被掳到巴比伦去了，请你们得到安慰，因为耶和华说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典，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
幕后有指望。其实神就是一个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的意念，让你们以后有指望。这是我们的神，我们就继续认识他吧。我们这样祷告，亲爱的耶稣，主啊，我们认识你的恩典，主啊，不是你的恩典，主啊，我们都会沉沦。如今我们仍然是需要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我们知道自己是败坏的，我们知道自己是软弱残缺的，可是神，你是有丰盛的恩典可以来遮盖我们一切的短缺，一切的软弱。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我们认识你是有何等大的福分，有多少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发生，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如今献上我们的感谢，主，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上面，如果你在做炼净的工作的时候，主啊，你继续的来看顾我们，赐给我们平安，赐给我们那个抓住主的心，让我们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得到成长，是被栽种的。主啊，这是你的应许，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现在有报告吗？